院长昨天在官邸召开便当会，那有蓝营质疑把官邸当成竞选办公室，那党国部分，请问院长怎么看？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我利用午休的时间自己买便当，在官邸请民意代表来了解地方民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美丽岛民调，总统和院长的满意度都上升，那吴子嘉说蔡总统是史上最好的总统，而且认为苏院长帮蔡总统挡了很多子弹。我最最感谢国人同胞的支持配合，同时要非常感谢肯定行政团队的努力和立法院立法委员党团同仁的帮忙支持。那在蔡总统领导下，确实我们防疫工作做到被世界肯定，经济也是11年来新高，各种加薪减税增福利都次第一直在推展。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团结合作，一方面对抗疫情，一方面让我们经济更好，国人同胞更好，我们会持续努力。公卫界分析疫情，那国内目前现况已经可以开放入境0+7，那呼吁要尽快跟上国际的脚步。国内疫情确实逐步下缓，而且各方面都越来越看到民众在各方面都配合得很好，我们会视疫情的状况逐步开放各种措施，让民众进入更为活络的正常生活。但是国外疫情再起，我们对于国境的开放还是要小心谨慎评估。